家好，谢谢大家来看这一场卡农，我们用热情来支持台湾棒球，这个棒球只是场景，态度才是灵魂，大家加油。因为那个8月6号我跟魏德胜导演有一次见面啊，他也很给我面子，这个上了一次我的广播，2月份今年为那个马志祥导演也上了一次我的广播，那其实上我的广播我不见得要包场，因为他只是宣传嘛，我不见得要包场，但是其实我在跟他互动的过程，那个精神很让我感动啊。昨天我们的亚运拿到了第2名，我全程在家里看，在网络上也跟很多人在互动，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拿第几名不是关键，球赛好不好看才是关键，你如果没有拼尽全力，就算赢了有什么了不起，所以你就算输了，我觉得对，那没有人太多人在责骂我们中华队球员。那卡农这部电影其实也是一样，对我们来讲，台湾的棒球的缘起是在1931年这一次的比赛之后才得到了全台湾的关注啊，当时台湾还是殖民地的时候。那这部电影因为2月份我就已经包过一次了，希望能够让这一次有不同的人来看这部电影。那我首先我要谢谢那个展瑞科技的总经理那个 Barry 哈，那个戴树郎他吃了我30张票哈，害我那个我的 loading 就没这么重哈。好，谢谢王东敏啊，谢谢那个陈如仪啊，他们吃了我一些票。那今天都是好朋友啊，在我来我的包场，我都常常跟大家讲，在这边没有什么竞争者不竞争者，大家都是朋友啊。老师跟老师之间，管顾跟管顾之间都是朋友，客户之间也都是朋友。今天有非常多我的好朋友来，那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在最后再跟大家讲，请各位一定要坚持到最后，我们10点钟会有神秘嘉宾。好，那我的场子一定会有神秘嘉宾，而且非常神秘，有够神秘哦，你绝对没有看过很神秘的啊、哦。那我跟各位报告两件事，就是我11月25号要推出我的7本书，我几乎没有在休息啊。白天上课，晚上写作；白天上课，晚上说，天天在写作，所以我要出书了。那请各位吃了我的，没没吃，我就看了我的电影啊、哦，拜托多支持一下我的书一下。好，然后那个第二个就是我昨天在脸书上公布我要退隐的消息啊、哦，在2年之内我要从企业讲师这个领域要全部退出啊，我希望能够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。我们常常告诉别人啊、哦，就是你要脱离这个舒适圈，我觉得现在当讲师很舒适啊，赚很多钱的啊。然后我也觉得不要再做这个行业，这个行业不是人干的啊。做讲师不是饿死就是累死，好像很多人想做真的神经病，不要再做这个行业，行业太累，好太累。我们来做一些别的行业，更有社会意义跟价值的。我会联合一些有志之士，我希望能够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今天早上访问到了。这个延长寿啊的同事啊，我觉得公益平台有很多可以让我去付出的东西，我也希望通过我们小小的力量，能为台湾社会做一些事情。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：台湾其实不缺抱怨的人，台湾缺少的是卷起袖子干活人。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生活周边一起干点活吧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这部电影《卡农》，掌声欢迎。虽然我们亚运棒球只拿第2名。卡农也拿第2名，但第2名就是第1名了。所以你只要态度正确，全力以赴，不管你拿第几名。今天来看电影的都是第1名。好。